Não, hay bodies yet!又见面了，对，又见面了，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法理人说颠倒了，颠倒了。先放那个迪迪不累了。尖叫声在哪里？我才无所适从。鲜肉弟弟，
给法拉利姐一个最大的尖叫声好吗？你刚刚一唱下去，你一唱下去，我无所适从了。满满的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人挤人，这场比较多人。对，他们都在看。对。那我你刚刚一唱下去，我无所适从，因为你实在太抢戏了。然后我不知道在哪里。真的，你应该就跳到那边去。好，你等下唱，我等下去跳。对，我等下去那里，我等下去那里。对，直接三级跳，等一下三级跳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哇！你看，超级铁粉，你看上面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剪那个是海报呀，那个是报纸还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才是，我觉得他才是危机处理专家，他刚完全没听到后面在讲什么。亲啊！我容易吗？我好了，他们说要亲一个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导播请 Q， 导播 Q 这边。我们从台中他们都在讲到现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台中那一场到现在，对对对，大家在讲是不是？几个月？对，几个月而已。我是觉得今天这事情没有善了，好像是不会有结果了。对。好，我真的做到了，不要再击败我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再靠背我了，你们不要到台球机再击败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切都在这里结束 ，OK？ 所有事情在这里结束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开始？结束，拜拜。那个谁啊？哪一个？主持人说结束。主持人说结束了，真的假的？主持人说没有开始，是不是？怎么？结束了。不行啦，要散了啦。你知道，不然对，那你希望怎么开始啦？怎么开始？我要脱了，你敢不敢脱？我不敢脱，我没有条件脱，我不敢脱。等一下，真的要脱我傻眼。我后面。我先讲，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干嘛。我不是主持人啊，脱一件啊，管你的，我没有东西可以脱。算是啊，主持人，今天你就是主持人，我不是主持人，我没有东西可以脱啦。你也脱一件呢，冷静，大家冷静。今天美女都穿的那么少，不要靠背哦，再靠背，明年没有台湾季哦。闭嘴，闭嘴。真的，我不会脱了，我不会脱，这我原则，这我原则。哦，真的原则，我的原则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但啊，好了，他都脱，那我们取代亲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脱了啦！我就要引蛇入洞。脱了。好了，不然亲亲个脸，亲个脸颊就好了。好。等一下我酝酿一下。转过去啦。结束了！唱歌，结束了！下播了，现场的家人们，下播了，拜拜！唱歌，继续唱歌！第二首歌，全部跳起来好不好？臭鲍鱼啦！好，臭鲍鱼。跳！
我发现完全没有我的戏份。赵聘，他完全不让我表现呢，他自己把唱完呢，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嘛。我们给他一点时间。准备一下啊！哦，我看，我已经唱不出来啊！我嘛唱不出来，我已经唱啊唱不出来。你知道那个我们还有一首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还有一首是。你看我准备了啊！你准备什么？我换裙子。等一下你手上的是什么？我这个是签名照，你要不要？你要怎么给？哇，我知道的人我就会给，送到。等一下，看哪一边最大声，我就丢哪一边。好，我们唱歌好不好？唱歌开始好来。
息。哇，感谢了，感谢了。